皇上已经射至出现脱水的现象，如果再想不到什么医治的方法的话，只怕皇上会挨不过这几天。我们再回去皇上的寝宫仔细查一查。果然真是咁多年嚟，我哋受尽洋鬼子嘅欺压，今日有机会可以杀佢一只半只假洋鬼子，点先可以确保德灵小姐安全呢？